实际上我们这次啊四篇文章主要报道了来自这个贵州重庆大概4.4亿年前的五种全新的鱼化石。那么这个里头呢包括了其中的四种啊是有颌鱼类、那么这里头这个有颌鱼类呢就是填补了我们有颌鱼类化石记录啊大概有个1400万年的这个空白。那么这些自流期早期的鱼类化石的大量的出现，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认识有颌类演化的这个最初的这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它其实提示了我们在这个时段有颌类已经发生了最初的复色演化。